学佛有时候学的中间各种事儿就出来了，不好，咋办？我们学习虚云大师的故事，学习密勒日巴祖师。如果他们对因果没有搞懂，他学不成，绝对学不成的。像虚云老和尚活了120年，从19岁出家。一直到120岁，没有变过，也没有后悔过，也没有说"哎呀，不修了吧，算了吧"，没有。碰到多大的难题，多大的困难，心里边没有退缩、退转过，说不弄了。包括密勒日巴祖师修那么难的苦行，最终没有说不修了。别人劝他呢，他反而说："你看我这么吃苦，要吃的没吃的，要穿的没穿的，但我苦也苦这么几十年，以后我成佛了，永远快乐。现在你们倒是快乐了，等以后下了地狱，千万年的难受。"前面介绍了虚云老和尚。还有密勒日巴祖师这些传记，我们有所了解了，但是还得从基础上，再从基础深入的、广泛的挖掘，一定得把这个因果翻来覆去的搞懂，将来无论在世间法上、成佛学佛上，你才不能错。自己心里边才能搞懂。